出席黄木喜龙腾盛宴，我是今晚的司仪上黄新磊，而我今天的拍档呢是 Cyrus 周子居。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ignature Dragon Feast presented by Hennessy and Signature Club. She's Scott Wong. I'm Cyrus Shao. We are the MC tonight. 在这里，我们要欢迎晒现场在座咁多位嘅来宾，欢迎晒各位旺仔会嘅贵宾，今晚嚟到我哋旺仔龙腾盛宴。等我哋介绍自己先。我咧系周子居，而我今日拍档咧系黄心美，我哋两位咧都系今晚嘅大会司仪嘅。大家好。那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黄喜会的支持呢，虚拟师特别为黄喜会的会员独家率先呈现全新的百乐亭干衣。那刚刚呢，大家一起见证全新虚拟师百乐亭华丽的诞生。全新百乐亭干衣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调配百乐亭干衣的生命之水，而这些生命之水呢，是来自于百乐亭酒窖，而且呢，是虚拟师酒窖中最精致最细腻的。为了凸显百乐亭干衣的纯净与细腻，设计师把瓶身打造得更圆润饱满，还在瓶身的两旁添加了流线型的水镜线条，再加上对底座去加强线条的美感，通透的瓶身在光线底下透射出百乐亭里面那种美丽的颜色，精致优雅柔美而感性，就好像它身宅的百乐亭干衣一样。我真感謝在座的貴賓對於黃曬會陣以來的支持，今年先特別為黃曬會的會員獨家出先呈現。